今天将在这个舞台上展开半命题的一对一比赛，因为爱情，我摇下车窗。乖，别追了，我会回来的。开门呐，开门呐，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初恋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假什么，不像现在谈恋爱，端上来就八分熟。你穿 V 领，他觉得你想勾引；你穿短裙，他觉得你想走光。我们俩最大的烦恼就是被催婚。我是催婚议员，要接，要接。要接，要接，要接！催呀催呀，我的骄傲放纵。男生应该送给女生的生日礼物是什么？他都没有送我，我送他干嘛？我不送。10块钱以内可以解决的，结婚证。那明年生日怎么办呢？另外一个证。送我走吧，我想要静静。我喜欢的 talk show 是。强观点输出，然后有态度。我又不是跟数字结婚，我是要跟爱情结婚的。我要祝他幸福。现在他的 level 已经够不到我这样子的了。不好的感情就像不舒服的隐形眼镜，你不早点把它抛掉呢，它就会永远让你辣眼睛。如果你的前男友他人品有问题，那就赶紧滚吧。自己爱自己多一点，别人才会爱你。不要因为别人失去自己闪光点。我不会因为他中途放开我的手就说他是个混蛋，因为我相信爱情真的存在过。